但是我学的这个舞蹈啊用不着一字马。哦，您这个什么学那么难的干嘛，我这体型。哦，您学什么舞的呀，用不着一字马。芭蕾。您学芭蕾。嗯，我说您应该学个地雷。我学地雷干嘛？废话，您按身材按比重你也不像芭蕾的呀。芭蕾那么多段呢，你问我来哪个呀？哦，这样，您来哪个呀？天鹅湖。您来哪湖？我来湖像话吗？废话，那您来什么呀？我来天鹅呀。我的妈，这大白鹅怎么你没生我？什么生活啊？咱们就是烧鹅这那玩意儿腻不腻啊？腻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它肯定油多呀。我都没听说烧鹅是这么来的。它是那个毛掩盖住了。嗯，我要沾一身毛，你就改熊了。飞鸡蛋还是什么呀？您这还在天鹅湖呢？天鹅信吗？不信。我跟你说，一个演员，嗯，在一个领域里，什么叫干出事来了？什么意思？这个领域的某一项，嗯，或者某一个技能，以他的名字命名，这厉害不厉害？哦，这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经过我这三个月的努力，嗯嗯，芭蕾舞《天鹅湖》其中一个乐章以我的事迹命名的。哟，哪章？学了俩多月了。嗯，团里组织，嗯，说你们得联合汇演，哦，看一下这个阶段的成就。好事儿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剧院搭了一大舞台，嗯，唰的架子灯光都架起来。嘿，本来我向往那天演出会相当的成功，嗯，没想到在彩排的时候啊，嗯，出现了一点小状况。什么状况啊？就天鹅湖啊，嗯，一个天鹅搂着一个王子，嗯，当然我就扮演那个天鹅。哦，我那个王子跟电线杆子似的，火杆瘦。哎呀，我搂着我王子啊，嗯，刚一上台，嗯，那个台，嗯，哭嚓就塌了。好嘛，跟我们俩扑就呼里了。哎呦，最后团长说最后一个乐章以我来命名。哪张？天鹅之死。合着不容易。是合着这天鹅是拍死的。嗯，